各位观众，传说中的包公，除了不畏权势、铁面无私外，还能够日断阳间、夜审阴司。他之所以能够有此神通，侦破了许许多多的奇案，据说完全借仗一个游仙枕。而这枕究竟从何处来呢？请看今天中国民间故事为您直播的连环奇案，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。真是神奇啊。表少爷，来来来来，干杯干杯。来，请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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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哥，你睡过此枕，觉得小弟此言如何？你说的一点也没错。只要睡上此枕，便能神游仙境之中。哦，对，这枕头可有个名称？这叫游仙枕。游仙枕，好，好宝贝。表弟，我愿出纹银百两，你可愿意割爱？不行不行不行。表弟，为何不行啊？因为这个游仙枕便非小弟所有。哦，不是你的，那又是谁的？哎，实不相瞒，是个叫陶然公的和尚，中途被蛇所咬，临死之前受托小弟献给新主。新主？这新主又是谁呢？我正想追问，结果他毒发身亡。哎呀，这人都已经死了，干脆把这一枕头啊卖给我算了。不不不不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唐公说过，若非心主所得，必来招来杀身大祸。表哥，你何必强求呢？此枕呢，还是让我来献给心主。好，好，好，表弟，你先坐下来再说吧。我说表弟啊，这，对了，表哥，小弟最近手头不太方便，您上回借的500两银子，能不能还给我？500两，我只要杀了他。不但可以得到宝贝，而且就在永远勾销，这一举两得的事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那还有什么问题了？白总管，还在，立刻准备银两。是。老弟，为兄的敬礼。那怎么敢当？你说这话就太见外。来来，干杯，干杯。老弟。自从我经商以来啊，咱们就很少见面了。今天呢，你一定要尽兴。既然表哥这么说，
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当然，来来来，喝酒。好，来来来，多喝点，多喝点。来，再来，痛快痛快啊！表弟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那再来吧。表弟，表弟，老爷，文亮准备好了。他都死定了，还还什么情呢？快把他埋了，免得让人发现。是，老爷。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和玉蕊私通的事情，万一让老爷知道了，这是闻死无疑啊。是要我把这个总管的事儿给辞掉了，我又心有不甘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哎，有嘞，我就这个主意。这样一来，人才亮，不是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哦，不是，知止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你是谁呀？你找谁呀？娘，娘，娘，你快来呀！什么事儿啊？瞧你呀，不好好的念书，大呼小叫的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娘，刚才有个人闯进孩儿的房间，我怎么打问他话，他都不答话，所以我就喊娘了。人在哪儿啊？我带娘去。娘，就在这儿。哪有人呢？刚才还看他，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？哎，你有没有看走眼啊？娘，绝对没有。你呀，拿个灯啊，到床底下去看一看，万一有歹徒啊，窝藏在里面，那可是不得了了。底下的土堆呀，高出了许多哎。我来瞧瞧。正如你所说的，你俩啊，把这个床板移开，看看这个土里面到底埋些什么东西。是娘。
小心隔墙有耳啊！娘，大概是天老爷可怜我们孤苦伶仃，赐这些财宝给我们。哎呀，是啊。哦，龙儿啊，明天一大早啊，你去买一些三珍祭品，待我们谢过神明以后再做道理。是，娘。天刚物燥，小心火烛。 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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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
大爷。好好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去啊？小女子名叫锦娘，只因遭人欺骗，卖入了烟花。我本是娘家女子，因为不从，所以趁隙逃了出来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应该是走了。感谢大爷救命之恩，小女子再次告辞。不急不急呀，姑娘，大爷救你一条命，就这么简单，谢谢两个字就想走吗？啊？你想做什么？想做什么？可能是我们今生有缘了，不然的话怎么会三更半夜送上门来？就让我们亲近亲近吧，怎么样？你不要跑啊！哎呀，不要跑，不要跑嘛！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，我可要叫救命了！啊，你想叫救命？你叫了看，你叫了我就一刀把他劈死！我看你是下人，乖乖的顺从我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就让我们亲近亲近。谁啊？啊，我啊，韩瑞龙，来买猪头的。哎，门呢？你等一下啊。哦。啊，韩相公，您要买猪头啊？是是。那怎么没有带篮子啊？早上太匆忙了，忘了带篮子了。这个啊，那没关系，我借了一条布好了啊，改天再还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在这儿等就好，我拿出来给你啊。您要的猪头，这个钱给你好，那这布我就……这不急不急，哎，改天再还给我好了。好，谢了，谢你慢走，慢走。我走了。
见我吗？这里除了你我还有别人吗？大叔叫我什么事啊？你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，这是在下刚买的猪头。好像不怎么像。不信的话，我打开给你看。哎，不瞒你说啊，这是我在正途里面买来的。哎，那黑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是人头！哇，你这小子杀了人！走，滚到衙门！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杀人？小的叫韩瑞龙，小的没有杀人，小的没有杀人了。你说你没有杀人，那这个女手从何得来？这个人头是镇图卖给小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天刚亮，小的到镇图夫那边买猪头，谁知道忘了带篮子，镇图夫就用这块布包了个人头给小的。是直到金夫发现，我才知道这个是个人头，请大人明察。王朝，属下在，速拿镇图夫到案。是。哎，大婶，你这肉来，谢了谢了谢了。哎，买肉买肉啊！老大，来两斤五花肉，不要肥的。哎，大婶，这五花肉一定带肥的嘛。你要不带肥的话，就买里脊肉嘛。啊，让开让开让开。哎，官爷，你就是镇图户？是的，小的叫镇彪。官爷，您要买肉是呗？少跟我打哈哈，大人要你上堂回话。官爷，您有没有搞错啊？小的又没有犯法，干嘛要上堂啊？犯不犯法，到了堂上就知道。带走。是，你干什么？走，我没有办法，走，我没有办法，走，走，干什么嘛呀？天刚刚亮，你去买猪头做什么？还不实说？昨夜小的在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进小的房间里面，我怎么问他话，他都不答话。于是我害怕，我就找家母来，谁晓得人就不见了。家母认为歹徒大概是藏匿在床底下，所以叫小的去搜。结果怎么样？说下去。结果在床底下掘出了一口木箱，这木箱里面装了好多金银财宝。家母认为是上天所赐，所以叫小的去买三牲来祭拜，谁知道却发生这种事情。马汉，属下在。速差人到韩家查看究竟，看韩瑞龙所讲是否属实。遵命。启禀大人，镇图户带到。带上来。是。带镇图户上堂。带镇图上堂。小的镇彪见过大人。你就是镇图户？是的，小的叫镇彪。因为杀猪为生，大家都叫我镇图户。镇彪，你仔细看清楚，这块布是不是你的？这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？是小的所有。不过什么？这三天前，这个韩相公借走了，想不到他拿去包人头，想要嫁祸于我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才没有胡说呢！是你杀人，你还说？我才没有胡说了！大胆，公堂上岂能容得你们正常？韩瑞龙，当时买猪头之时，可有旁人在场？没有。因为当时天刚破晓，所以没有人看见。看他的样子，不像是奸狡之徒，他怎么会？
儿一大早就出去买祭品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哎呀，真是。出了什么事情吧？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去。哎呀，我要是出去，这个箱子怎么办呢？谁来看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出去。快开门啊！有人在吗？哎，是谁呀？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哎呀，糟糕了！哎呀，走走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问你，韩瑞龙是不是住在这儿？是啊，可是他不在呀。我知道，你是，我是他女儿吗？请问，你儿子因为买猪头涉及一件命案，现在正在公堂上回话。啊？我儿子他绝对不会杀人的，他一定是受人陷害的。不行，我得去到深渊去啊！是非曲直，我们包大人自会有公断的。那你们来是？韩瑞龙在公堂上供称，昨个晚上你们在床铺底下取出了一口箱子，那里面装满了金银。啊，这孩子！那口箱子在哪里？快说呀，那口箱子在哪里？就是这口箱子。张凡，在，打开来看看。是，大人。啊，大人，里面全是名字。哎，不可能的。老太婆，你敢欺瞒本差馆？不可能的呀，官爷，我昨天晚上。满家都是金银啊，怎么会是冥纸呢？怎么会是冥纸呢？怎么会是呢？你怎么了？里面，道理啊！来，仔细搜查。是。大人，箱子有一具无头男尸。什么？郑彪，你还是不说实话。大人，小的什么也没做，我说什么好呢？大人，韩家确有木箱，但里面所装的并非金银，哦，而是一些冥纸。韩瑞龙，当时你可否看错？小儿和家母亲眼目睹，不可能看错的。大人，箱子我们已经仔细搜查过了，意外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无头男尸，韩瑞龙，大人，小的没有杀人，小的没有杀人，人不是小的杀的。本府如今还没有断定是你杀人。本府问你，你所居住之屋是祖传的呢，还是自己改造？都不是，是租来的，刚住不久。你住进去之前。可有何人居住过？小的不知。你二人如今设有重嫌，暂行收押，待案情有了线索之后，择期再审。退堂。大人，小的没有杀人，小的冤枉了，小的冤枉了，我是冤枉的，小的没有杀人了，冤枉的，大人，小的冤枉了。进来。大人，天色已晚，您喝完了参茶，早点歇息吧。如今韩瑞龙的案子还没有理清，又发生另一桩命案，正所谓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老夫如何能够安心就寝？大人。命案虽然重要，可是您不能不顾您的身子。这我知道。大人，好了，王超，
如果没什么事情，不要在这伺候老夫了，早点回去安歇吧。啊，是，属下告退。是你啊，马汉！老哥啊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瞧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马汉，自从你我兄弟二人跟随包大人以来，未立寸功。而今旧案尚未破，命案却又多了一条，大人寝食难安，所以我想出去帮着大人查访去。什么？你也出去帮着查访？没错。这查访是何等细密之事情？岂是你这等粗鲁之人所能做得来的？你取笑我，这我怎么会是取笑你呢？瞧你那副变色脸，多难看啊！我是在劝你，别出去干傻事儿。这万一这么一出去的话，捅出个什么娄子来了，只会给大人多添麻烦的。我就不相信我一个人干不了。磨了一天，还是没有点头绪。天一黑就小小盗窃。什么值钱东西？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好小子，竟敢在我地头犯事！叫什么名字？偷了些什么东西？我叫叶谦，家有80岁老母，实在是难以养活。我是第一次干这种生意啊！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啊！大人，王朝，你不在府里听令，却打扮成这般模样在此地作甚？启禀大人，属下是想替大人分忧解劳，所以扮成乞丐出府查访，事先未向大人禀告，请大人恕罪。难得你有此心意，王朝，我看这包裹有点蹊跷。赶快打开，仔细看看。是大人，少耍花样，把包袱打开。装腔作势，我没有杀人呐、大爷，我没有杀人呐、事实俱在，你还敢狡赖？哼，你做贼已属非法，为何还要杀人？我做贼是真，可是我没有杀人呐、好刁的奴才，
还敢狡辩？左右来人，在，先重打他20大板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！我这刀上回是那，这回又是这。慢着。叶谦，是才听你说上次怎么着？说，继续说下去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白家堡有个白员外，名叫白雄，他寿宴那天晚上，我曾经去他家偷过东西。叶谦，是才你说是第一次行窃，如今。二次了，偷白员外真的是第一次啊！哼，继续说。那天晚上，我溜进白家，就往那东厢房而去。那东厢房是白员外的小妾玉蕊所住。急嘛？哇，好沉呐，这八成是金银珠宝，今晚我可肥了。男的，你将那人头丢往何处？说。小的村中有个老头，名叫秋凤。小的曾经偷过他的瓜，被他拿住。叶谦，如今偷瓜，你是第三次喽。偷瓜才是第一次啊！那邱老头恨死我了，他用井绳沾水，抽得我是遍体鳞伤。小的怀恨在心，所以把人头扔进他家去了。哦，
王朝，属下在。速去捉拿淮安盗案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马汉，属下在。速去仁德村，将邱凤传来，说明案情。遵命。来人呐！大人有何吩咐？随本府前去追查吴头女尸的藏处。就是这里，长官，大人，去查看一下是何人的住处。是。韦大人，这是郑屠户的后院。叫来！大人，人明明是韩相公杀的，小的是冤枉，是冤枉的。该死的东西，你自己杀害人命不说，还要嫁祸给无辜。小的真的是冤枉，是冤枉的。还敢说冤枉？本府问你，任继飞你所杀，为何在你家中搜出一名无头女尸？再不招认，大刑伺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人，好，我招了。说，是这样，大前天晚上，小的正准备杀猪的时候，突然间听到有人敲门求救的声音。老人家，官爷，叫我有事啊。请问，望仁德村还有多少路程？啊，仁德村呐，前面就是了。官爷，到仁德村找谁啊？我找秋凤。啊，小老儿就是秋凤。官爷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跟我们上衙门一趟。跟你们到衙门去。小的失手杀死了锦娘之后，心里非常的惶恐。突然间听到那韩相公敲门要买猪头，于是小的就，于是你就砍下了锦娘的头颅，嫁祸卖给了韩瑞龙。小的知错了，小的知错了。大胆的奴才，对个弱女子，不知加以援手，反而趁人之危，心生一念，杀害性命。按律，本府要将你处以极刑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压下去。是。大人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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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禀大人，秋凤带到。秋凤，草民的秋凤，叩见大老爷。你偌大年纪，竟然还敢知法犯法？草民不知身犯何法。请大人明示，请大人明示，请大人明示。秋凤，本府问你，你将人头私自埋藏，还不算犯法？大人，草民之罪，草民之罪，请大人开恩，请大人开恩呐！那你将人头埋在何处？大人，是这样的，前些日子有一个晚上，在草民院子里头，草民看见一个人头，当时给吓死。我本来是想去报官的，后来想怕官府把我当成砍那个人头的嫌疑犯，我怕，我就把这人头给埋了。可是说下去啊。可是小人不敢去埋那个人头，就找了一个长工叫牛三儿的，我请他去埋那个人头。那个牛三儿问我要100两银子。草民是一个种瓜的农夫，哪有那么多银子？
说歹说，我给他凑了10两银子，牛三儿才肯把那个人头给埋了。是草民说的句句实话。嗯，那后来的牛三又把人头埋在何处？大人，草民不晓得，这个要问牛三儿才能够知道，才能够知道。嗯，马汉，属下在。急速带领差役，去将那牛三捉拿到案，务必要将人头带回来。是。还不跟我走？是是是是是是是。看来这真相终于要大白。跪下！启禀大人，白安带到。嗯。白安，你就是白熊的总管白安？是，小人正是。好一个乱伦的狗奴才，竟敢与你家主人的侍妾通奸！大人，那是别人恶意重伤，那不是事实啊，不是事实。哼，还敢矢口否认？带人上来。是，带人上来。白安，看看你身旁跪的何人。大叔，是你。大叔啊，别再狡辩，认罪吧。你不敢说，我替你说好了。那晚你跳窗偷亲，我正好在床下。后来你们睡着了，我开了衣橱，取走那锦盒，以为这下要发财了，这没想到里面是个人头。哎，事情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祖父做的事情就全糟了吧。大胆！大人，白安，再不从实招来，本府可要将你从重刑责。大人，小人糟了，小人糟了就是了。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人头是我们家主人的表弟，他名字叫做李克宁。秋凤，嗯，这牛三既然不在你家，他会上哪去呢？到街里喝酒去了吧？哦，我家主人把李克宁灌醉之后，和小人合力把他给杀了，就埋在后头那个堆货屋里。嗯，那锦盒中的人头又是谁？小的心想，我和玉蕊私通之事，要是被我家主人知道的话，那是必死无疑啊！不如干脆就把人头给割下，灌入了水银，就藏在玉蕊的橱中。心里想，有朝一日还可以拿出来威胁主人呢。哪里晓得，这个人头居然会被他给偷走。嗯，白安，你所说的堆货屋在何处？自从把李克宁埋了之后，那三间屋子，我就把它给重新粉刷，然后租给了韩瑞龙居住。罪证确凿，王朝。属下在。你再带领差役，速往白家，捉拿那白熊和玉蕊到案。遵命。官爷，那个就是牛三，那个，拿下他！是。哎，小助理，去，还真逍遥在这里喝酒。你们干什么？走。牛三怎么了？你把人头埋在哪里？什么人头？我不知道。牛三，纸包不住火的，说吧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说呀，说。哎呦，我把人头埋在枯井边了吧？牛三啊，你确定就是这里没有错？就是。
就是这儿没错了。哇，是。这尸体有何伤痕？小的因为额头是受铁器所伤。牛山，啊，人头呢？在尸体下边。再挖。是是。马爷，找到人头了。到了。果然是官爷有水银。牛三，那井边的男尸是由何得来？小人不清楚。既然不清楚，又如何得知那人头是在尸首的下面？小人。只是随便猜测罢了。一派胡言，看来不动大刑也难以招认。来人呐，在大刑伺候。大人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小人想起来了，说，那具男尸是小人的堂兄牛二。既然是你堂兄，你为何要杀害于他？小人拿了十两银子之后，就奉咱们当家的意思前去埋人头，谁知道刚要沿土的时候，却被尾随而来的牛儿给叫住了。他恐吓小人要报官，小人一时心虚就给了他五两银子。哎，可是他还不满足啊，一定要五十两银子才肯善罢甘休，不然的话他就非要报官不可。小人一则害怕，一则气他不过，只好假装答应他了，并且要他帮忙一起沿土。当他蹲下之后，之后怎样？说下去。小人就敲了他一锄头，把他跟人头一起埋了。为了区区数两银子，竟然杀害自己堂兄，实在是泯灭人性。本官要判你为那牛二抵命。大人，给大人开恩！大人压下去！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你开恩！大人！启禀大人，玉蕊跟白熊押到，尤先等也带到。白熊，大人。草民一时鬼迷心窍，诬害人命，请大人念在初犯，饶了小的一命吧。大人，照理说欠债还钱，你不但不还钱，反而为了一个游仙枕杀害人命而杀死你的表弟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本官要判你斩立决。本官要判你斩立决，由先诊没收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啊！白安，小人在。你以下犯上，私通主人赤窃于先，合谋害人于后，一律应当处以绞刑，以正尸风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秋凤，他
云子，你私埋人头，有碍公案查查。姑念你年迈无知，罚你劳役半年。谢大人开恩，谢大人开恩。叶谦，怎么在？你烈性重大，屡犯不改，要将你发配充军门荒。谢大人。玉蕊，生性淫贱，私通家谱，积账四十，发交官府，充作官奴。大人开恩，大人开恩。来人呐，在，将以上一干人犯押了下去。是，押下去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韩瑞龙，小的在。贪财生事，理应责处。姑念你年幼无知，故于当堂无罪开释。回堂。多谢大人开恩，多谢大人开恩，多谢大人开恩。娘，孩子。娘，娘，孩子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求你平安。娘，你别哭，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谢天谢地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。各位观众，传说包公乃天上文曲星下凡，游仙枕这个宝物被充公后，包公每遇奇冤必借出此枕游阴司询问冤魂，因而屡破奇案。而白雪翁为一介凡人，因为贪求此枕，反而招来了杀身大祸。这不正应验了一句俗话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本节目借此句奉劝各位，非分之财，非分之物，千万别妄求妄取，不然小则伤身，大则送命，岂非得不偿失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谢谢您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中国民间故事。